哇，不错呢，这里美的美的。哎，他那晚上会开这个船出去看星星吗？我们可以就是找到一个地方，把那个帐篷什么搭在那边。哦，那这里不好搭吧？这里不太好搭吧？还好。不是，而且它这里边的水汽很重，会不会晚上也会有很多云，就不方便看星星啊？有道理，这里的水蒸气会很大。这边很多云呢、啊，能见度就比较低。我们应该都看不到。我们要找一个更空气稀薄的地方，是不是？就是更干一点的。更干。对，就不会这么潮湿，很多云。好。好，我们下去吧。And places we went walk. 还可以去哪里？还有另外一个地方叫巴拉格宗。巴拉格宗那边呢，我们其实也都没有去过，我们不知道那边情况到底实际是什么样子，所以我们也前途未卜，是吧？你看，我们面前头顶上有乌云了。哦，这里真的不适合看星星，对不对？对，是的。巴拉格宗现在要过去还有2.5小时，谁也不知道我们到了之后是什么样子。到时候如果很多雨，就惨了。有点不太乐观的感觉。对。是这帐篷庄园。帐篷庄园。哇，你看这边这样，往回，你往回头看。是不是这边阴的，然后那边还有一点点夕阳？这个地方确实很空旷，很开阔的一个地方。柯基耶！哇，好可爱！我最喜欢小短腿。哎，走了，先去冰制一下，走。走，来。Hello， 你好。你好，你好。我们想问一下，有没有可以住宿的地方？刚好还有，我们先去房间了。好，好，好。哇，哇，这什么？太可爱了。刚刚才生下来满月的一个小狗狗。太可爱了吧！这段时间可以看得到那个漫天的星辰呢、啊。是啊。嗯，我们的日出的方向是在那个方向，所以说我们可以睡在床上看日出。日出。铁哥，这间房是日出房。那我要这个。哇，好可爱、啊。哦。哇哦，这也很舒服啊。好暖和、啊。哇，好漂亮啊！你看，可以看日出，然后晚上可以看星星。非常的童话，很喜欢这个这小桌子，早上起来在这吃个早饭，好舒服啊，对不对？哇，每天早上在这种地方醒过来，看看日出，看看星星，啊，早上没有星星。那边那个小窗户我也好喜欢，这个就是我觉得我很喜欢的小窗户。Hello。你们好，你们也来这住吗？到了。你好，扎西德亮。谢谢谢谢谢谢。扎西德亮。谢谢。扎西德林啊，扎西德林，你好，感谢你们啊。听说了。假如你们在巴拉格宗，我的家乡，需要我们帮助的话，请直说啊。谢谢您，谢谢谢谢谢谢您，谢谢您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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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换一个车上去啊，那我们把包都拿上吧。啊，我发现我好奇怪，我一上到海拔高的地方就会饿，就会饿，就好饿，会就想吃东西啊。那就说明，消耗大，就吃一个妙米。那就说明。
要吗？我不用，谢谢。要不要？哇哦，这段这个路。这个是快乐奔跑的藏香猪。哇哇！哦，藏香猪。那应该会。嗯，又好吃又好吃的，蘸酱也好吃。这一个呢是高原上的那个牦牛肉。谢谢。我们尝尝这个牦牛肉。这一个呢是青稞荞麦饼。哇哦！再拍一个合照。哎，想想我们现在已经在大吃了，而他们还在爬雪山。哎，我现在发过去，他们会恨我们吗 ？Hello， Hello， 龙哥，你们怎么样？怎样？我们都在直播。你们在吃播啊？你们真的好棒啊！我的天哪！刚最饿的时候让我看这个东西，还不错。嗯，真不错。大大，再给我一袋米。我真的好饿。你要辣的吗？都可以，给我一个。我吃什么？这么多。谢谢。我们要往巴拉格宗雪山的山脚下走，山顶是5500多。那我们先不跟你们说了。对对，我们先吃我们的东西，我们不想理你们，好吧？我们很忙。好讨厌。他说他有什么很忙。我们就待在这里看今天晚上的天晴之后流星雨，来直接在这里直播好了，好不好？那我们待会去把那个望远镜给架起来，好不好？好。